线呢，就是个人体魄的一个课程，让学员多了解自己的梦想跟接下来要走的一个方向。CS 这个课程里面，帮助更多人以正确的心态跟思维去面对好多好多市场上的一些困境。那 DBS 呢，就在一个大团队里面开始去调整整个团队的心态、个人的领导能力跟个人的发展的一个将来整个团队里面的一些合作。希望来上课的学员们，除了在财务上，那当然在心灵上也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资讯，让他们继续成长。大家加油！